属于最贵重的东西。我爹，我爹，九郎姐，你，他是啊。好帅啊！九郎送的，多大的呀？多高的待遇啊！我全知道最贵重的东西都在这儿。就他的钱，你也知道了。好嘞，八路点着，八路点着。九郎扁你。如果你要是你的给我一东西，我特别回味多了。快，兄弟兄弟们，快加快加快，没时间了，快！哎呀，这两个人，快让我全水云楼最贵重的东西都在这屋了。祖师爷，我爹，九郎的匾，你干嘛？有点感动，感动您就甭来了，有少笑一两。他二，走吧。